中国的英文名叫做 China， 而小写 C 的 China 便是瓷器。中国作为瓷器之都，有着五大名窑和成千上百的窑洞。那你知道温州也有瓷窑吗？而且是出产佳品的瓷窑哦。分布在浙江省温州瓯江两岸，因瓯江得名瓯窑的瓷窑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只奇葩，极具盛名。目前已查明瓯窑的遗址有200余处，更是有川富的称赞。四则陶简出自东欧，可以感受到这个浙江省内仅次于越窑的第二制瓷业集中地的强劲实力。它始于东汉，终于宋朝。瓯原意为陶器，而每一位瓯窑都有自己的特别故事。使用东欧之土，融合东欧之水，使用本土矿石天蚕草木灰等配置原矿釉料，从揉泥开始，再将揉好的泥料放置在拉坯器中间，转动车盘，同时用手按推或拉泥，使用手法的屈伸拉制出气坯，等待较为硬化后，使用指腹和工具进行修正，经过1300多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通过来自手掌的温度，拉坯师傅的全身心投入，让每一个瓯窑都有了自己的灵魂。瓯窑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更是温州的文化瑰宝，是一种象征，一种。